算了，小玉，不行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行不行不行、哎、你让我出来，我出来跟你说、哎、你让我出来，你让我出来，你别闹腾了。姐姐，你锁我喉了。行，我让你出来，出来吧你。哎呀，又跳，别跳了，一起跳。 Left left righ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go go。 哎呀，不行了，太累了。小玉，你说你成天这么蹦跶，为什么不累呢？因为我是一只兔子呀，蹦蹦跳跳，别蹦了，我真可爱。别蹦了，我不兔子的十种烹饪方式。姐姐，我不蹦了。姐姐，我出来就是为了跟你说正事儿的，就是这事儿它不能这么算啦。哎呀，小玉，你也知道我平常就很难跟人沟通。不然也不能来到这没人的广寒宫。你再难沟通，那吴刚这个装修偷工减料的事情你也不能不管呢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他这图，我看着我都生气。我跟他说的好好的，我说狡兔三窟，结果他就给我凿了三个大窟窿，就糊弄谁呢？这是人家说了，这个现在是地球上最流行的极简风。你也太好骗了吧，什么极简风啊，这就是四面透风。哎呀妈呀，冻死了哟。太夸张了，人家就打了三个窟窿，那怎么能是四面透风呢？哎呀姐姐，我找他去。吴刚，吴刚，你给我出来。谁找我？我找你。我找、哎、姐姐我害怕、哎、别怕别怕。吴刚，走。哎呦我的妈，姐姐你这个沟通全靠吼啊。啊哎呀，我这还不是因为地球上有一个欢迎来到广寒宫需要来采访，所以我就想着装修装修，咱这不是好看吗？我知道你是好心。那他们什么时候来啊？啊，他们是前天出发的。第一宇宙速度是7.9公里每秒，那个宇宙飞船的速度是11.4公里每秒，所以说我算一下啊。多少呀？算不明白，我还是问一下吧。那我去收拾收拾。喂，哎，我是玉兔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一会儿见啊，后队。好的，再见。姐姐，他们还有10分钟就到了。你刚刚说后队？对呀，跟我联系的那个队长，他姓后。他不会是叫射太阳的后裔吧？哎，哎呦，还真是哈、啊。哎。哎，你是认识他吗？姐姐，姐姐，啊，怎么了？你刚刚晕过去了呀？没有，姐姐就是困了，刚才眯了一觉而已。啊，再见。嘿，干嘛去啊？奔月。不是，嘿，奔什么月？这儿就是月。哦，那我追日。哎呀，追什么日？你又不是夸父啊。可他是我前夫。哦，他的前夫，我听了之后很想哭。噜噜噜噜噜噜。Hold on, hold on, homie， 我的前夫是后羿。后羿是你前夫？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前前后后的。兔子，走了啊，再见。哎，姐姐，不能走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下来，我不下来，我就不。那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说，其实是我单方面跟他分居了。用地球人的话来说，就是离婚冷静期。哎呀，根本就听不懂。哎呀，我不让你走。哎呀，所以你知道我不能让他看到我。人嘛，总要拿得起放得下啦。哎、再见。不、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，既然你要走，那我也不留了。你去。你居然如此的狠心，把一只小兔兔丢在这个广寒宫之中。哎呀，小玉，那我倒不如去成都被做成麻辣兔头，至少那里还暖和。哎呀，小玉，我就是没有勇气面对他。你都不扶我一下的吗？哎呀，姐姐，你没有勇气面对没关系，我可以陪着你啊。
你又没谈过恋爱，什么都不懂。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是我看过很多爱情的攻略。爱情攻略？嗯、什么呀？先婚后爱之，冷面王爷翘兔子，啊、鸡兔同笼之，霸道总裁爱上我。啊你平常就看这些东西？对呀、啊，你这是流氓兔！哎，姐姐，你别走，你应该勇敢的去面对他，你不能逃避呀、啊。再说了，不就是一个射箭男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对呀、啊，有什么可怕的呀？对呀、啊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好可怕！怎么了，小雨、啊？我怎么胖成这样了呢？你胖成哪样了？你一点都不胖呀。我不胖，对，那就是衣服显胖。这样，我去换一套衣服。我根本就没有衣服穿。姐姐，你这一柜子的衣服是只有聪明的人能看得见吗？哎，小玉啊，一会儿你帮我去采访吧。我帮你采访，人要见你呀、啊。哎呀，哎喂。到了是吧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他们到了，来不及了。啊、这样，一会儿你就说你是嫦娥。我都不认识后羿是谁呀、啊？又高又帅的那个啊！我烦死了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这广寒宫可真漂亮啊！哎，你好，后羿。啊，我不是后羿。哎，不是，跟我说话呢，跟我说话呢。不是，我在跟他说话，我找后羿。不是我才是后羿。What?你后羿，我还嫦娥呢。你嫦，我真是后羿。我真的叫嫦娥。你嫦娥，嫦娥有这个呀？哎呀呀，你别管，我 cosplay 兔子行吗 ？cosplay 兔子，给你个这个。那个，我一点也不爱吃胡萝卜。再来一根呢？呀，还真是。恭喜你分呐！我打赢了。啊，是个河南兔。小玉，小玉，姐姐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是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哎、小玉，你去拍几个空镜。那个鹅。啊。鹅。啊。鹅。你一来就鹅我，叫我嫦娥，别没长没短的。嫦娥，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没变呢。你倒是变了挺多，你好像矮了这么多。人间的压力比较大嘛，来，坐下聊。坐下聊。你我那个我那个，要不然还是先顺一下流程吧。好。啊，第一个环节就是你和玉兔啊，要带我们在参观。不重要，来尝尝我们的桂花酒。啊，在我们地球上啊，都流行喝仰韶酒。哦。仰韶彩陶坊，喝彩中国年呐。挺重要、第二个环节你作为广寒宫的时候，当年我赌气来到月球是我不对，也怪我，你说那么多年我一直跟那练射箭都没好好关心你。那我当年走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挽留我？我当然想过了，你走的那天呢，我一直想要跟你开口，我站在门口，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，然后我一推门，你人已经飞了。那你这一飞就是几千年呢，那你现在说也来得及。我你看着 我来说出来说出来。哎呀，我这个人我就不善言辞，我要你亲口说出来。好，我亲口说、我想说、我哎呀，胡萝卜太好吃了呀。哎呀，不是，别管他，你接着说。我接着说，我想说我你哎呀，太好吃了呀，胡萝卜呀，哎呀哎呀，不管，说出来。我说说说，嫦娥，我爱你。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爱你，我一直很想你。哎呀，比胡萝卜还要甜。鹅。一。鹅。一。鹅。鹅星星，哎呀！各位啊，我们马上准备实拍了。来，你们往中间站一点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欢迎来到广寒宫。今天呢，是地球和月球首次进行直播。嫦娥，
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想说，后羿，我爱你，我也一直很想你。哎呀，这是一个表白环节吗？那我也想表白，我想表白大胡萝卜、大白菜，还有你就知道吃。那我还表白我的姐姐。那你接着跟我表白吧。哎呀，我也还没表白完呢。你刚才给我吃个胡萝卜吗？你说，我应该给我一个，不是，他这一件他又开始不理我了，好帅呀！